森林一楼的那个有蒸笼的地方很低。3点睡，还行啊。没有啊，就你看，我现在在挂开台来铺，就是他们聊他们的，会来挂台的，就是会来挂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这边问一下，干，不是干，有谁没来挂台？我在偷骂你们呢、欸。熔岩黑的地方有火爆猫气，有啊，刚有讲啊，八百啊，你再不听啊？什么？啊我什以么？为你是在讲森林。森林也有，森林啊，是第二次，火那爆是个熔第一岩八次。百旁边有钻头地板的痕迹。参加。挂真的。这边一个个点名，优越很久也没来了啊！我才跟你讲，我才想讲说优越很久没来就出现，好啊！你看就这个人，一定要跑去吐窝哭一下才会出现的人。那你就每次开台前先去哭没就有好啊，了。可是哭到最后感觉没什么效果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哭说怎么办，都没有人来了，就哭到后面就真的都不来了。他们觉得你是狼来了的那一只。哎，重灯没用了。因为已经早上啦，没有那没有没有个。没有没有，刚刚我出去前就早上了。你们要杀尸套还是要杀红票？都可以啊。反正杀完尸套的话，就是还要再陪我打一只红票啊。打红票的话，就是打完就可以换下一个。那就封票啊，那麻烦干嘛？青菜价，还是因为我的猫的生物博士没了，所以刚刚全部跑光光。有可能啊，啊，哎，走吧，一起走吧，一起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还有什么状态攻击？伊莎嘿嘿啊，是火。吴总在楼下。你看，跑去吐窝哭，反而观众变少了。你还敢玩弓啊？怪不得想说，怎么开始拿这个之后都没有什么感觉在晕。可以帮我刻一个墙锁吗？你是乞丐哦。别人的墙锁最好喝。
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是真的啊，有这个数据，真的可以看到呆滞会突然加那个龟冲刺。呆滞会突然怎样？就是它本来是六杠，对不对？比如就是六杠六、五杠六、四杠六，就五四三二一这样子啦。嗯。突然倒数从六又从六开始。到手，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没有，其实也不能怪他们，因为很多之前从 YT 那边加入兔窝的都说，为了加兔窝把 FB 弄回来，因为要用粉砖那个验证，所以他又把 FB 用回来。强左右又快没啦。异常攻不吧，属性攻击150秒。死了！哇，讲了一句要死了，到现在你们剁了他6%、欸，好恐怖！就有两个太刀侠不停手啊，我懂。有啦，欲罢不能，我懂。欲罢不能，还敢剁啊，太刀侠！啊！耳塞拆到门了。好啦，那就开那个谁的森林一等着谁开吧。你是要打什么？一般的飞雷。嗯。然后还要力战的，那个，嘎啦嘎啦。那就只能我开啊！你的暗示这么明显。是
斯啊，可以先给奈斯开开完再开你，对不对？也可以，就是跳来跳去要不屈两次嘛。对啊，小事。看奈斯咯，看奈斯的意愿咯。哦，应该可以开灯了哦。摸黑玩好，眼睛好痛。那个眼睛直到瞎掉了这样。黑了两个小时在玩游戏，用生命在开台。这是生命的开、哦。我去开个灯。我现在才九点，我感觉打了几个小时。对啊，因为今天中午又玩的关系。我蛮想休息了，那次。可以啊，跟我三等应该不会有没涨吧？三等，你看一下你的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叫什么？我看一下 BC。我也在看。三等梅林山。好。好了，可以进来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你斩尽十指。哎呦，听说被骂了服一服，不是啊，我是骂那些没来挂台的啦，怎么会骂来挂台的人呢？哎呦，更换装备。开好巨魔啊！好，马上来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嗯？哦，长草丛生的大。ごきげんよう。长草丛生的大。怎样？缺杂草丛生的大鱼。嘿、hey, ，怎么了？就挖。要十个、啊，要挖，要挖十个啊，很多。我发现我全部地区的矿和古种都是快出巨大的那种啊，就是你这种好人。没有，我也觉得有时候他莫名其妙会变到红色，明明我都没有在挖，会不会是别人在去别人地图挖，他会累积到最后几个啊？其实我这样想过、欸，哎，我唔知呀，你食酸呀？我食酸呀？假拖刀！我力战金狮子。嗯，你有想法？感觉可以打一下金狮子。不要不屈的等我。好，站我这个位置。来了，这边再一个。哎、欸，我没事。你站太远了，是不是？下来。来支援你了，侦探员。
靠腰。跟变，在打什么？金狮子还是？那啥是金狮子啊？金狮子，金狮子怕什么？龙。好。冰吧。冰。对不起，我刚刚想到火龙去，我想说，我明明就知道他是弱冰的、啊。好，就看到他了。撞！我只是路过的。干你吓死我！好，可以撤，可以撤，可以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那车上去砍，可是我怎么没看到石头啊？我看石头在他刚屁股下呢。哎、欸，有嘞，为什么我刚没看到？我是不是白痴啊？打他，我带笛子啊，顺便拿超重棍打、啊。我软你屁屁，没有轮到。卡层交出来！我仿佛听到他这样叫，我看，叫得不错。叫，哇哦！原来真的。哎、欸，又是我！等一下！哎、欸，原来真的要闪哦、喔！我以为我真的逃得过，我想说你们不用救我，没关系。我错啦！好，我下次一定会闪。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是真的滚得过啊！哎、欸，要不要来撑一下？有撑有保佑啊！
我不怕毒啊！我是这只死尸啊！皮皮交出来！我很好，好，他是不是炸毛炸的有点久啊？哦，没了，乖，才刚说完。是啊，好好好好好，等一下，这样没石头是不是？怒藏金狮子，啊，你用你用。不行欸，怎么办？太远了。好的。传球，传球。传成功啦！我才想说他可不可以滚另外一边、哦、白痴还是这边啊，该睡了吧，打很多下了、欸、睡哦，睡棉蛙睡哦、欸、啊没有垃圾，你要从他身上空气、欸、有了有了有了、哎、回来吸一次，回来吸一口，从这里射啊！我没石头，我也没有啊，我有把握，没关系啦，不行就算了，现在都看开了，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。金狮子掉落物，哎、欸，啊，我看到了，他消失了。一转头看到他的门口，野草你要快来哦，你不来我不敢吹 buff、哦、你有人蛤，对我有啊，你来我帮你喝就好了，解草来了，
好像在握麦克风，我的天哪！啊，你要我的闪光弹？啊！哎，真的哎，滚得过哎！有运气，有运气，我刚才是狂点空白键，这个还是不要轻易尝试。他刚握着我，然后背后这个又超像麦克风的。妈的！敲他屁屁！你不乖，打屁屁！那么快！别撞了！我不起来啊！我就是不起来啊！就现在！不要滑哦！你们先见，你们先见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面一位。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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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可以刷了。好，我打捕获弹。移动吗？对，是不是只有我跟奈斯有在线？对了。巨大古董在这儿，有一般的黑狼鸟哎，我也缺打。面对的黑狼鸟。我只是怕我带陷阱我会更乱啊。不用，你不用带啊，你那个已经够乱。我是怕、啊、你看从大家回复药、清菇、打消、肉干、汉方药、鬼爆炸菇、生命粉尘、粉尘大、鬼人粉尘、怪力种子、能耐种子、回复药大。因为有时候你们被那个什么被降防，我就是要硬化药大或那个嘛，能耐药啊。对呢，我要改，我要设快捷键。红莲暴力龙，普通的吗？哦，力战的呢？打完想打。干嘛？你缺吗？我只是想要跟他讨要我的。哦，他想要大林麦玉啦。晚一点的事啦。我打红莲，红莲调查很多吧？
不调查啦，就是箱子里面有很多库存。啊，我没有很多啊。你没很多哦。我现在剩多少看一下。要不然就现在来打也可以啊。好啊。好，四头。怎么看的？去找 Apple 吗？没有啊，你那个夜神打开啊，资讯那边有个确认特殊痕迹啊。资讯。然后再看到有个解析完成那个。哪一个？特殊痕迹。哦。然后以解析完成哦，是暴鳞龙吗？红脸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少、哦，七头，很少、啊，所以我说，那先打吧，我黑狼鸟22头，可以啊，打暴鳞啊，在哪？杂草丛生，这大谷不是森林吗？森林啊，是啊，啊，不是每个阶段都有一种吗？我记得好像是在白骨还是宝，都没有挖到杂草丛生呢、啊，我都挖到沉睡的。爆炸！你只给他，在哪？他怕什么啊？谁？好像我忘记了，我看一下。怕我们这些贪婪的猎人。啊，怕士兵。没事吧？不是他，红的是那些土鸡龙，不是吗？所以说他怎么会叫了一下？哦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水王在上。好了。我没看到石头啊，主要在他尾巴那边、啊。哦。呜，没看到旁边。噔噔噔噔噔。睡了吗？睡了。我来把你们石头省下来了。哇！哇！欸、这是这边的。哦，有。